喜欢上兄弟的女儿，今天准备和兄弟摊牌，我要开始追他女儿了。来了，不是啊，咋了？唉声叹气的，你昨天没看着我，想我了？是，我是想你了，我都想揍你了。你赶紧把你那屏保换了。我屏保咋的了？哎，这谁呀？瞅这么眼熟呢。你呀，哎，差点没认出来。赶紧把屏保换了，让我爸看见怎么办呢？咋？嗯，害怕了。 那是你兄弟，又不是我兄弟，我怕什么呀？你不害怕的话，那你爸摊牌去了。那你去吧，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胆。行，那个兄弟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，你不说的话，我感觉不太负责任呢，对你啊。超市这个监控，我觉得有点少，人多加点，死角太多了。这事儿啊，这事儿那你去办去吧，你办事儿我放心。我肯定负责到底。啊，你负责到底吧。行行行，已经负责到底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 不是，你干啥呀，大白天？你跟我爸说啥了？他牌了，你刚才你不你让我说的吗？啊，完你爸同意了，完说将来这个超市吧，有我一半，但是我必须得做上门女婿。我说都哥们儿，那分啥你的我的？你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呀。我劝我爸去。不是，你问你爸干啥呀？我没说。 那我敢说吗？那我说你爸不得打死我呀！我现在就跟我爸说，他兄弟惦记他姑娘。哎，不是，别说啥呀，壁纸我换，我换还不行？行，换吧。壁纸换了吗？换了，你看一眼。你换的啥？我把我照片P上去了吗？般配不？你别说，跟你还挺像。